me.瑞雪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记得？记得。没回来陪你吃晚饭，你不怪我？不，我知道你外边忙。 这没什么，等明年过生日再说吧。好，我也送你一样东西。哦，画好了。嗯，现在许看了。 梅花，怎么了？哦，好啊，画的真好啊。不舒服？还好。怎么？你喝酒了？ 瑞珏，你待我真好啊！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 吃饭吧，来来来，哎，来来，让他们下边领赏吧。是，来吧来吧，大家都坐吧，啊哈。 星儿他们呢？到姑妈家拜年去了，就回来。好，坐吧坐吧。咦，孩儿怎么不上桌啊？啊，抱上去，抱上去。赶快把四少爷抱上去。是，抱上去。少主少主。对对，抱上去。孩儿。 是啊，四世同堂嘛。这全靠爹的福气啊！今年过年是四世同堂，往后过年呢还要五世同堂呢。是啊，是啊，一定要五世同堂。等孩儿13岁，就给他娶个媳妇儿啊！大少爷回来了。爷爷，妈，啊，你回来了，坐吧。来了，您先快坐。好，好，好。 哎，孩儿，哎，好吃吧？<笑>二弟、三弟呢？啊，他们在后边呢，他们是不坐轿子。大哥，你迟到了，得罚一杯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你也得喝。好。刚才秦表妹告诉我呀，上个月梅表姐就看见过大哥了。哦。那大哥心里一定很痛苦。
是啊，咱们找个机会劝劝他吧。再来再来，三福寿啊，五魁呀，八匹马呀，七个巧啊，四个喜呀，两个两个哥俩好啊，五魁呀，满堂红来满堂红。二少爷、三少爷回来了。爷爷，爷爷，啊，二爹，来，给你半天。好，现在人都到齐了，来吧，全家都喝点酒，啊！来，大少爷，谁呀？我呀，袁成啊。哦，进来吧。大少爷，杨督军下令对张军长进攻了，两边军队在北门外开了火。哦，老太爷，请您赶快到上方去一趟。知道。你怎么这才来呀、啊？老太爷在玩银子呢，你还不快去帮个忙？保护老太爷逃难来了，我不要你们管，谁叫你们来的？全家都到水阁里去躲躲吧，花园里面空旷，墙塌了不要紧。那爷爷放心吧，我留在这儿看着。走走走。明轩，瑞珏，
你怎么来了？大家都平安吗？哦，明轩。嗯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哦。到这边来吧。一整天了，我都在提心吊胆的，我老怕你这边有什么危险，我老怕我再也见不着你。哦，这哪儿会呀？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看你，有小孩子气了是不是？来，歇歇吧。海儿怎么样了？他挺好的。哦。他一整天都吵着要来找爸爸呢。这孩子。明轩，嗯，你说我们不会分开吧？你怎么又说起傻话来了？这不是傻话呀，我嫁过来四年了，今天我才知道多么离不开你啊。你放心吧，瑞珏，咱们是一辈子不会分开的。真是，一晃四年了。你记得吗，瑞珏？咱们结婚那天，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拜堂的。这一会儿显得多清静啊。这个家还从来没这么清静过呢。是啊。多好啊。真好像这世界上就咱们两个似的。就是你跟我，没有别人。有人敲门。我先去看一看啊。乱兵吧，嗯，你先到里边去躲一躲吧，你去啊。不，明轩，我不离开你。哎呀，你快点去吧你。再见，你就是。大少爷，姑太太他们逃难来了。姑妈，大表哥，大表嫂，大表嫂，是你进来。妈，哦，还给你们带了个客人呢，进来呀，梅表姐。梅表姐。
明天你非回去不可吗？得回去了，马元帅一打完仗就走了，现在已经耽搁了十天了。梅，你躲我，你明天就要离开这儿了，你这一走，你就不跟我说几句话？说什么呢？前几年家里给我订婚的时候，我本来想写封信把我的心事告诉你的。还提这些事吗？梅，我觉得我对你真是家里过得还好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没想过。你想，日子也许就显得太长了。你的病怎么样了？一时好，一时坏的，我也没放在心上。你为什么呢？你。不，可无论如何，身体总是要紧的呀。我真是从心里，你懂得的，我想你会懂得的。多想想大表嫂吧，她挺好。嗯，我知道。那就不要再自寻烦恼了，你自己不是也说身体要紧吗？啊，没。可过去的事情是不会完全消灭的呀，梅。一想起从前的日子，一想起今生今世再也不能够在一块儿了，谁也看不见谁，可谁忘不了谁。就这样闷着，闷着，一直到老，到死。
美女。谁？是我。梅表妹，大表嫂，请进来吧。请坐。外边下雨了。哎。你还没睡。我不想睡。我也不想睡。知道你明天要走了，来找你谈谈。梅表妹，我全明白了。你同他。你放心，要不是为了避难，我绝不会到这儿来的。而且明天走了，也不会再来的。为什么不再来？梅表妹，你不要以为我有别的意思，我也是没有人可谈。他来找你谈谈的。梅表妹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爱明轩，我也真同情你。只要能不让你们受苦，随便怎么样我都肯的。大表嫂，可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呢？这已经是不能挽回的事了。梅表妹，你要明白我。我心里也苦得很，我真是没有办法。你愿意拿我当个知心的朋友吗？你比我小，你还该是我的妹妹。下雨不好走，多住两天吧。住两天吧。
是你呀，吓了我一跳。黄夫人，我这是警告你啊，下一次一定要当心，这一阵的风声可紧得很。你怎么知道？有人到社里来查过一次，还问起《黎明周报》的负责人。这准是孔家会在捣乱。我看下期的周报得提前出版。对，明天发稿。嗯。哎呀，稿子还差得很多。要是靠咱们两个人，怕是赶不出来啊。不要紧，我今天一夜不睡，拼着命也得把稿子赶出来。冯乐山，他来干什么？我愿意伺候你一辈子，求您不要把我嫁出去。你不愿意，这我也知道。可是，既然冯老太爷亲自来了这么一趟，又是咱们老太爷当面答应了的，你叫我这做晚辈的有什么办法呢？算了，别哭了啊！哭也没用，这都是命中注定了的。反正当了冯家姨太太，这一辈子吃喝穿戴总不会发愁了，是不是？起来吧，啊！明天就要做新娘子了，早点去睡吧啊。挺好听，出嫁出嫁，这是拿他们做丫头的送人情。可是你也想开点吧，要不怎么办呢？我死也不嫁去。死？你可别这么想啊！要是给老太……婉儿。婉儿，哎，你别难过了，我一会儿就来陪你啊。